你干嘛？回村了，回村了。你要不要酝酿？刚才那个是骗你的，他们没有赢，里面没有赢光，他们还没打。Thank you.
道它的形式功能之后，知道说一点。对，因为其实它跟我们他们班上的不管是问他们班孩子的问题的，这样子就是在问他爸爸，他说你至少他帮你去抓一下，到底是家里。看我那一句超傻，就想说你每天跟谁的，我只能这样。金主，金金价钱的金主是等于哪有？我是负债累累，好不好？
你把脚踝转回来，加入羽球队就可以变精。但是你现在去当教学组了，小孩可以吗？谁要教学组啊？真的是。不是，我说他已经去教学组了，那你的小孩可以吗？他，我们学校的。我已经中招了，没有了。我有跟吴佳琪讲说我是最大，他是第二。你有没有看到他女儿小时就去补班？对，你有没有看到他女儿有天分有兴趣啊？啊，我儿子没天分也没兴趣。因为你都为了省他一个，没办法再没办法再待下去了嘛。也没有啦。我没有跟他怎么样，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儿子他不是一个自制力强的，他就是一个老师讲什么他会去听的。等到他来跟我们要反驳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去静坐反驳的。也没有，我是说观念都可以教，可是我跟我老公都是对那一个症状，就是你应该是给他一些前面说的，要比较专心。他是他的儿子。个人他喜欢的，那就行了。教什么？新任还是现任？当然是新任的嘛。你们现在看你那时候在他们班对不对？对啊。对对，他在他们班，他跟杰森一样。我没有怎么样，就是只是我就觉得他没办法再放你。现在可以回来了。现在他毕业了。毕业啦。穿红牛真的给你一双翅膀。